心，有这点清明。咱顺了安静，这点灵气，传咱安定的心，出自咱的心嘛，顺咱的心。我以上苍这点灵性，慢落来，我即最后圆灵啊！这个是天意，使咱稳定。我以清净这点圆心，出现咱这么明的心性啊！真理的灵气，予咱看见瞬间。照着天元一点灵性，恢复咱的本性，顺着通天一点灵源，我爱顺入来这条心意啊！青天有路发生，我以青界这条本性，转伫咱灵魂伊的真性，是清净。这条灵气，咱看有原始的神显落来，才是定咱家己，是咱自在这点灵性，拍通咱个人的心情，灵魂脑正天界，使咱恢复清净的心，是咱无娘的灵气。落伫瞬间，咱的心性无形，伊的灵性，咱只有看现落定。有咱一点清净的灵魂，咱再来讲瞬间，咱的心意，拢是恢复咱的本性。你才有一点清的元灵，是咱以正法的灵气。道在咱这么顺的家己，真理伊的灵源，只有现咱出定。咱爱是即马这点气，向伫咱即马这个心伊的主宰。灵魂伊是这么啊灵感性的，我爱是顺甲这么清的天意。道在咱即马这点，元灵的元性。出家是咱以无形这个天性悟出着在世，我的心如明，这是咱的心明。我才有这条清净的气相通，合作伙咱这条性质，这个是天元的灵气，要让我用清净这条心来表示。上苍的天界，爱咱讲到这么稳的心，我有无形这点灵气，现伫咱顺落来这条心，是伊清净的天性，我爱兑现的本性，无形伊的法界，因咱通天自在。是咱以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讲行做伙的心，真理的灵源，恢复才是天命。咱爱归元这点气，你有这点清净的顺性，咱再来讲显露有稳的天灵，这是咱兑现的本意。老母啊，来讲通灵顺心，你有正觉这点灵气，我爱行向先天的神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性，咱只有拍通先天的神，拢是自在的天理，你再来行顺界神，无形伊的法界。咱爱行向清净这个自在，灵源伊的真性，只有现开咱即马一定，因咱爱是先天
这个本性降落来。我用着这条青甲源头的因，我再来讲顺甲无形这条灵，这是咱主要的灵性。个人呐、啊，你效法无心，咱爱顺甲这尼啊轻的天神，是以正觉这点灵源，咱甲转入来入静的心。真理拢是天性，爱咱看的是现场。这点青天只有灵气，咱爱是顺着这条神伊的主宰，因为天是咧变的，咱这个气候是咧变的，万物咧变，咱的心嘛咧变，所以咱是要出现主是你即马正会到的，你会当修通。这个合境合意，这是咱通天的灵性，现咱顺之外，这条真神，天元有路定咱性，现咱转路清净，今日是要踏实落实，这才是讲落格。现世咱只有清家己的心。应咱元天母娘啊，伊个灵，真理显露实灵发生，爱咱转个是天灵，无形伊个法界，只有咱来行清楚这条线，拢是有稳个灵性，你再来传清家己个心。这是咱原始的天，咱有灵源本露性，转咱一点去通灵，灵魂伊的主宰。今咱照着先天这个母仪，降伫咱在世这条灵魂呢，我以清净这点神，这是咱原天的真。打通咱个人的心意，出家伫咱即马即个定中，是我以清净的法界，咱再来讲顺着本源的性，有咱遮尼啊清的天灵，咱只有讲顺甲现的清，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咱爱行向。清家己，照着元天的灵性，咱只有看出无形界的性。这是咱随着清净这种灵界，现伫咱的心顺天，真法本意是上天性，现咱一定是咱路命。灵源灵气是天意，度咱归元是在世。你有这尼啊顺的灵性，咱才有这点气通神，是咱照着灵源的灵性，你再来讲出家这条本性，灵魂脑正灵性，爱咱出现清净。咱有一点灵源的灵气、啊，再来讲顺甲，这尼啊清楚，真理的本性，现甲这尼稳的天性，我有无形一条灵源，再来讲顺甲，咱的心这尼啊清，这点灵性是咱的灵甲。现伫你遮尼啊顺的天，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性，你再来讲顺甲道灵。今日我照着母仪，清出着我这条元天的性，来到着我即马这个心，有咱道家这点气氛，我才有原始度我这条灵
顺这个气安尼行，这是咱清净自我啦。安尼我再来讲回甲咱的灵啊，顺着我这条心，是咱用着清净这个天意，顺甲落咱的心里啊，采用着正法的心力啦。这是咱主要天元的圣意，在世间咱只有应合。我爱是无形这点灵性，来讲着清净咱的天灵，无形界爱咱正应，安尼咱才会当讲原始的天性。咱要讲是清天清应，爱咱回入啊。顺咱的心，一世人，咱只有来讲灵气，转伫咱这呢啊清净的心，真理有法现世形，转咱归元入净，咱有这条清净的天意，度咱顺母的心，只有咱的天灵，咱才会当学成。这点灵源的灵气，转伫咱这么清净的心，拢是顺着天源。金宝啊，有这么啊清的心，对着灵魂的天性，我只有行向无形的安静。这是咱顺家的天理，嘛是咱落定顺母的心。上苍的灵气，我爱顺入来，则是天。有咱这么顺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顺家的天神，是咱以灵源灵气。你爱行向，则是顺你。有咱一点灵源的灵性，你再来讲顺家咱的天神。是灵魂这个天灵，我再来讲顺家咱的母性，这点灵光的真气，咱只有传出先天的本性，带有咱这条灵的清净，咱才有内定，这尊神徛咧，拢是无伊的定力。我再来讲出家，伫咱的现场，顺这个无的心，现伫我今麦这个意，这是咱通这点灵性，本来拢是无空空，但是我这个心的气，伊是咧生咧滚的。先天呐、啊，就是咱今麦咱受会调，咱接受会稳定啊，咱母娘啊。伊要将着伊的心献伫我个人，这个气伫遮流转，安尼我才有这条圆形啊，顺着金宝伊的降旨，这是咱慧能啊，伫咱个人的心头，你的反应多，都爱代表先天这种植物啊，这是咱顺着天理。本来拢无影无食，但是虚空生万有的物质，我代表这个话，就是咱即卖咧讲的意思。所以讲，这个话就是有形的、有相啊。我用着无形，无形我就袂当讲啊。是我这个心内底这粒原种伫只生长吗？但是这是个人的呢。母娘，伊是要嫁一个，会当代表伊出伫在世间现场来讲着母意，是咱用安尼来表示呀，你才会当受着正道、正统的道法。你真正有受过教育，咱大家合家，才有做道家。是咱用着这条灵源的灵气，
世间你若无受到真正教育，你无法度考这笔刀。你这个刀啊，种袂伫这道位啊，才永远啦。是咱要来讲到一点灵气，咱种甲无心，因咱无念嘛，自我啊，只有这个神伫这呢。所以讲，这个身躯是暂时的，我爱是即卖现场，这个灵魂会接受，定会调，咱的本来未开天，咱这条无性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界，咱一点灵魂的灵性，达到咱即卖这个理想，这是咱清体啦，清体是灵的体。不是咱这个肉体，这个肉体只是向着咱现主是这个心意。你要证到我即卖咧讲的无这个抗战，所以肉体伊所有的这个证，所有的表示，只是咧甲你引导尔尔。今咱爱是虚空中，咱这个神啊，伊真正光白，这么大的力量。这才是咱讲通灵啦，活伫在世界，这点灵魂的灵气，咱只有行向咱这条神伊的主宰，就是咱即马所有知影，你放会出来，你甲写会出来，讲会出来，啊，这才是真正咱学母娘啊，伊的脚步，伊的形状，是咱顺着这条。正法的灵气，每一个人的修，诶，这个所有抽来抽去、补来补去的感应，拢无同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，是我家己现主时的声音、的身份，不应该就是你家己会当稳定这条灵性，付出着先天这种法门。法力，这就是咱顺着这点灵性，法是咧甲你引念的啊，敢那亲像这经咧啊，《佛法僧道经书》这个经念的啊，是我要用着这条灵源的灵气，经唔是一本啊，足济足济啊，所以讲这个法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咧用啊，啊每一个心无同啊。咱来抓定家己，一门深入。今仔我照着虚空，这个神，这个主宰啊，所以我这个人啊，要用着我这个心气啊，来转着我这么顺驾，因为这是天的意思。驾就是我起码这个心嘛，会当向着起码这个气，随着。这条灵源的灵性，见咱清楚，这个本性的完整、原貌，这是咱通灵的天意啦。要了解咱现场，神啊，伊的主宰，咱个人的心啊，正确，是咱顺着无形这个天性，咱要转到这么稳的天神。每天在听，你每天写出来，我听了实在有影会烦。咱若未烦有无？烦就是烦恼足济足济啊！繁华的都市就足闹热的啊，真济人伊在闹热啊，真济物件伫遐摆，要用看，要用买啊。你若无对烦的，甲想甲简单的，简单搁专一的。都是原来迄点哦，伊只有一点尔尔，唔是足侪足侪哦，多哦，你讲足侪，咱即马即个道理，迄是咧甲你教，迄是你即马咧练习，咱即马要归元，即点啊会真空啊哦，这是咱正法的灵性啊，你修行入定，定中啊。你照咱的元神来采啦，无形要讲的，
就是你即马定你的元神，啊，咱才有即种过程结果来造化咱现主持的心，爱天地来甲咱创造啦，安尼咱才会当以无改换有诶，造化即个化就是咧动咧西，咱所有物件拢是咧震动啊。我即马会当收到咱老母娘娘伊亲身，互我即马即个敬意，就是讲咱讲敬意啦，真正即个意思啦。啊，这才是咱回到的灵源的灵性，对着一个人的表现，对一个人的口传，伊内部现主席接触等等。就讲一一安尼讲，啊，你就知影讲一条龙又入虚空战战无？今咱是要找啦，找真正的自我。今拢是修家己啊，我这条灵魂伊的灵性啊，安住我在世，这才是通灵的天理啦，发射着你这个心的元气。灵，咱即马有这个体，就这么精明啊。无讲伊这个体若无，伊这条灵搁伫虚空遮，搁再学。啊，你看看，伊派落来做神，是毋是比咱即马搁行较头前，搁较明智？是咱用着一点的灵源灵性，咱爱顺驾这条天命。今日我嘛爱开讲啊。开讲是咱的灵的性质啊，灵一即嘛会出现，啊，这才是咱定法你现主持的本性啊。你今仔日若无开讲就对啦，你的灵若无光就对啦，啊，你就袂明白，你就袂明结，啊，你这个光有无？你咧讲的话就袂看，你所有的力量就较少。开讲是这个意思啦。是咧开咱的心的端正啦，这是咱道界正理，咱的理念。先天咱人在伫遮迷信啦，啊，咱若受到玉皇大天尊派落来神无，伊是正神，足老实的啦，所有讲的拢是正话啊啦，伊袂糊里糊涂嘛。因为伊知影这个因素因果啊，是咱以清净的天灵，咱爱顺家这尼啊清净。今日咱在世间，你所有来听的反应，因为已经入伫你这个心内底啊，这粒种子，这粒海绵体，所以讲我爱有这条清楚的天界。逐天要受到正统的安尼来说法啦，安尼我才听有啊。伫我这个内心啊，这个内意啊，我才会当坚固，啊，我的坚持啦，才会当大家现主持我真有够的原来这点先天真意，这个元气，咱不爱做就莫做。啊，若要修持啊，你就爱步步啊，踏甲真正，你家己会当知影利甲害的关系。是咱要用着这条灵源的灵气，在世间咱修持嘛，修持就要将着咱这个业该修炼嘛，该做一个小结束啊。大结束是咱即满咧讲的。清爽的日子，咱无这个身躯啊，哎时阵，咱再过来学啦，吼、哦，再过来向较悬的哦，咱再来定伫遮这个目标。现主持只有用真心真力，安尼咱来做较到，这是每一个人爱负责的啦，每一个人爱向上，咱的内心啦。外口拢是乌的啊，外口是假的，
是暂时的，心内底伊在成长，成长甲现主时，你真正的你真正的去，遮尔啊幸福，遮尔啊饱满。但是咱饱满爱逐工直接吐啊，直接倒掉啊。阿母娘伊这个真理，咱才搁跟落啊。啊，有诶，就安尼就煞有无？逐工敢若亲像母啊有无？爱着直接辛苦恁有无？啊，直接无代志好做有无？啊，做一寡外口诶工课。啊，这就是咱诶心内底你无健全啊！啊，你才有即种意念啊！今日你若逐工直接定力就丢啦，讲有够你诶丹田啊，伊自然会结丹嘛。哦，所以讲。咱即马讲尊常惜厌恶嘛，厌恶要不迷嘛，不迷气住住嘛，气住单住贼嘛，啊，这个单有无？啊，在服装配坎里嘛，啊，阴阳生反复啊，普化一生累啊，这个一点气，咱的力就是普化，真大真大的教化。但是你无这个声，你无这个意，啊！你拢伫内底有无？啊！你着修你家己念念，安尼着无法度兴功立德啊，无法度代表这个天、这个道理啊，直接施化，是咱一点正天的灵气啊！咱人在世间拢爱有这个德行啊，啊！德行就是咱的本性啊，咱的本质啊，啊！你爱去做啊！做出这个效力啊，成这条果啊，是咱上苍这个天意啦。咱来应发落心啊，咱人要修持这条灵魂有无？虽然无规工啦，但是你用都爱练。你这个嘴舌啊，一定爱夹无会准。你即马有声嘛？啊有声，你拢讲灵语啊。咱灵的开发，伫咱真久以前三八年迄阵就有啊，反正就入来啊。但是迄阵咱叫是讲啊，无即种基因嘛，无即种发生嘛，啊人当作痟的。然后呢，就咱即卖咧讲的，咱心得有无？咱即卖咧讲的讲文殊菩萨啊，伫咱心得，哦，这个就是头前嘛。啊！伫后壁就是花莲嘛，所以讲咱有安尼来讲有无？啊，咱再来看到咱即摆来讲个讲，啊，真济咱无线个，哦，就是穿蓝色个迄个有无？爱、啊、就开始来发挥，买啊一批，就是88年921地动，遐、那个所有个风调有无？真济拢。破去啊！这灵拢出来啊！啊，这灵咧找咱即马所有的伫即道位遮有缘的啊，伫遮咧演化。过去啊，咱东三宗啊，伊咧取经的时阵，孙悟空啊，齐天大圣啊，伊去用关咧，后去观音佛祖甲关咧大风调底啊，啊伊伫遐。用伊个心团啊，甲因老师讲：“老师啊，你来救我！”伊讲：“啊，我要安怎来救你？”伊讲：“啊，就是伫这粒山个吼，啊，你有看一个大风调个迄个有无？啊，你甲慢落来吼，啊，我就出去啊！”啊，因老师就是真正去啊，一个甲跳来，伊憋坐伫伊面头前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今啊咧讲个。咱的灵啊，伊就是安尼成的。啊，咱即马拢十几年啊，啊，你咧讲，搁讲灵语，啊，就知影讲你这个心嘛，你无客伫遮，若有客伫遮，嘛是一半尔尔。所以今仔日咱是要要求一世人，要求你现主时，你一定爱入正境啊，你唔通伫遮犹豫不决啊。你唔通叫伊神唔知咧，母娘也唔知咧。
是咱拍出来片呀。大家都拢斟酌咧，甲你看，看啥？看恁平常时的训练，看你即马拗过来程度，一个看人就知啊。毋免我阁直接讲啦，迄是大众化。咧甲你讲平心的，恁即支花平常的素质，安尼看，咱若讲啊，大家拢甲你嫌，啊对，咱即马即个母娘即条路线，天山即块牌，你要甲起倒，是咱每一个大家拢爱想爱啦，大家心头啊，你拢爱会当知影。啊！你若要搁直接炖米糕有无？伫即粒地球炖米糕，啊，大家就无法度讲。啊！你着要伫遮，亲像安尼，你艰苦要安尼接受有无？啊！你所有烦恼要伫遮搁再修有无？啊！你坐一年再搁来无要紧，因为母娘会等你。但是咱即批个，当然啦、啊，年久月深着分啦、啊。啊，只有咱只个人行个人个啊。本来修行就个人行个人个啦，迄是咱起码来讲，母娘伊真正带真深的情，毋则伫遮咧开破。咱即个心灵，你修行的自在，心灵是入到咱的心境哦，毋是你起码咧看遐书遐册哦，遐是心的外境哦，是暂时性的哦。无多久入来，甲咱莲子时相接，即个先天的气息哦，是咱用安尼这么庄严度啦。啊，世间就是啥，爱去种的，爱开钱的，伊才会当互伊一着啦。啊，若伫这近近啊，哦，逐工伫这好听啊久，啊，搁来来去去，伊就烦搁做啊啦。是咱一条清净的灵性，修行就是咧修咱的心境，修咱的心情，修咱的情绪。你这颗心嘛，会正反应咧。所以讲，我爱是一世人，因为我住踏入这个门就对啦。以我个人啦，我道理足济，我无。因为咱拢是以前助烦嘛，用上简单诶来治甲上解复杂诶。世间就是苦集未到遮尔济啊！啊，你要修甲真正心会清有无？啊，这个理你着用安尼比啊，地水比你着会当用安尼比啊，地山欠嘛，是咱一条清楚诶天界。咱再来讲顺理，这个心嘛。是咱原始这点灵气，爱咱显露上苍的神。神伊是无形象的，吼、哦，伊只有这个气尔尔。但是这个气伊都还未成形啊，啊，这就是咱即满咧讲的先天的气啦。啊，咱照这个先天的理，啊，伫倒位啊？伫咱这个头壳内底，有诶讲做海绵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讲，咱现主是个记忆卡啦。啊，但是我是认为讲，这粒薯米啦，敢若番麦头前迄粒白白迄粒，咱即卖咧讲这粒米啦。啊，这则是咱永远诶，要提倒转去，永远要清净诶，大家拢公平大迄个所在。啊，着无咱现主是你诶修持，现主是你搁伫只讲伫只听。因来到这就拢大家拢同款的境界啊！咱即卖讲这个性，若真正你达到这个本性，你就免阁直接到遐只无无啊啦！啊，这咱就当讲是定佛甲道啊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界。古圣贤遮咧讲，咱所有伫遮飞来飞去、运来运去、行来行去、绕来绕去，是啥物意义？离袂开到我即卖咧讲即个观点啦，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性，现咱瞬间是天灵，咱人乃真巧，因为咱知影讲，所有虚空，
你一只飞行器飞起来，飞到足悬嘞，一直飞一直飞，飞到尾啊，嘛是掉伫咱的脚趾片啦。所以讲，是毋是咱即卖用安尼一只鱼啊，一只游游游游到尾，伊嘛是要倒来这个厝的，哦，爱寄入到咱即卖这个所在。你一只鸟啊，同款一直飞一直飞，飞到尾啊，嘛是要归收。咱人，互你搁较外口安那喷泼，搁较有诶，搁较无诶，嘛是爱归咱现主时，即个地啦，爱归地表啊。所以讲，是咱即马暂时会避空，暂时会当一只养鱼，啊，暂时你伫遮会当甲天有无比来比去，以后你就无可能啊。清晨诶日子有无六九？你都要照现主持这个公分，这个公职，安尼去行你这条兴趣的路，或者到处啊，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气，咱要归到这条清浊的心性。在咱今嘛活的嘛，你这条灵魂是活灵灵啊，但是你有先天这个真正嘛。你才会当看伫咱现主时的清呢，所有你去会通未通，你就知咧。喘气有力有无？无力有无？住伫咱即马交互病房，就是喘气的问题啊。内底器官塌咧啊，住伫普通病房，就是你小可会喘气啊。啊，你也看爱人服务啊，食啊，甲换甲洗有无？爱人甲你服务，甲你冰冰，甲你拍，迄个啥？启动的啦，所以讲道的，伊是重这个气呢。你有这个气，照这个光，神你才自在啊。这个虚空照你的分啊，是咱无形这个灵性，咱要找出到咱真正这个心的理路。啊，这就是咱平常时，你爱直接扭来扭去，或者探索。你只探讨，你只揪这条锁啊，敢若亲像咱咧坐流浪咧，你有遮坐坐到咱一站一站有无？伊拢爱过迄个一站的限啊，你就会惊有无？啊，坐到咱即马到终点，哇，你才会当落看顶面遮所有的风景。是咱用安尼来体会啊，你就知影讲人，你要为遮去咧，哪有可能？一定要渐渐，一定要有这机械，互咱方便这工具。啊，无咱唔知要行到当时啊！啊，你来看较早的古圣真人呐、真贤呐，按是用安尼行的。我过去都去年啊，都带党的因翁仔某，啊去到咱即马讲五祖啊遐有无？为广东啊，我较早六祖嘛是为广东啊。爱为着要了解到这个金刚经有无？伊为广东用行的，行过江西来到湖北有无？这个杨梅啊，找五祖啊、弘忍啊，这个大法师就对了。所以讲，估计拢爱伫咧两个月内底，伊的信心满满有无？佫少年，行个外月就到。迄路毋是清清采采呢？迄个盘山啊，过水了，是咱知影讲一个人啊，伊真正的精神。啊，迄个精神若无付出，今仔就袂大家讲啥，一花五瓣啦。哦，啊，咱咧讲个讲啊，这个慧能啊，哦，伊过去修行，啊，人细细粒仔安尼，爱真正这个坚持有够，伊这个精神才永远，大家才知影讲伊是六祖。伊如果若无咧付出有无？伊去找五祖也敢若八个月尔尔，是伫咱即卖咧讲的，阮去就是山后壁有无？啊，伫遐咧饲马，伫遐咧种米，啊，伫遐咧担水、洗衫有无？迄是伊的份啊。但是伊哪会悟会到？先天好，伊敢若看一下，伊就知啊。拢是欠迄点仔真。来伫你的头前，来伫你的脑神，伫遐赢一个安尼啦。啊，无形，你就是根本，你就是证未出来啊，你就无这个力量啊。
啊，今仔日有这口气，要安尼甲你讲，安尼比咧，啊，这就是咱即马讲，你敢若是照着这个意思有无？啊，你忽然间你想有无？啊，特别来练气啊，啊，气来通有无？你真正精神才会饱满啊！啊，这是咱真，你真人会当去练的。破病是啥？你的精气神失去啦，因为咱一直用啊嘛，用到咱现主时，你就是七十二十八，哦，走走，女性就女性啦，七五三十五，七七四十九，到这就是真正头啊，查某人伊的荷尔蒙有无？伊就慢慢无去啊。哦，阿麦阁讲七百五十六啦，根本伊就无做迄啦。除非你讲保养足好咧，你才会生囝。啊，查甫就加一岁啊。哦，所以讲有安尼，咱才知影讲人生有无，伊是有一个顺时的。啊，咱是毋是爱照咱现主时的岁月？岁就是年啊，月就是个月啊。所以讲，咱即马以我，都六十五岁，已经退休啊啦。啊，我阁无照安尼落去讲有无？啊，我毋知后世人毋知有这个机会无？因为即马莫讲战争啦，干那温烈甲你武甲现主席，大家都人心惶惶啊。有诶咧甲你论未来啊，即是咱即马着爱。整顿要安慰现主席咱的恐慌啊！啊，你讲未来，啊，这是未杀的啊！无有人讲未当破天机，啊，你这个人有无？啊，就是爱顶啊，表示讲你真牛啊！啊，这是天地不容的哦，是咱以这条灵源的灵气啦，转伫咱这个孙的天命啊，是咱归元。一点灵气，是咱显露清净的顺性。一个瘟疫，一个战争，拢是主宰伫倒位。咱的头人配合着咱所有的百姓，会当扶持无？啊，这才是力啦！啊，你的力若分散有无？啊，大家人我要顶强的有无？大家若讲话无负责任的啊，啊严的就受灾殃的啦。咱无讲。有即马有迄个 FBA 有一个定咧传咧讲，啊信迄个印度有一个有无？囡仔有无？伊咧讲有无？真灵性有无？卖信迄啦！这个天本来就咧转啊，这个地本来就是咧顺这个天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，爱定会调。所以讲你有修持无修持，你来到这个坎站，我逐工若讲。拢相共的喎，恁嘛不爱听啦。啊，这就是咱现主席个人你的心嘛有数啊。你现主席的程度有无？你是要修家己，定家己，所有的人若拢安尼有无？咱每一个心拢定恰恰啦。啊，对着这个防疫有无？一定做甲足好个，啊，哪有未来？是咱大家拢未团结，啊，大家拢要等你熬。啊！大家拢自私要选，安尼毋知二二六啦，是咱爱照着先天，咱现主持的灵性，即世人咱该当做就做，该当咱的结束若来，咱爱安尼照安尼转去啦。你嘛免惊，你惊到倒位，你就是爱转去啦。迄号做福报福运，你嘛免阁求啦。人世间就是安，你即马有咱现主持这个时间，你都爱进修就对啦。啊，这才是咱真正心欢喜的。啊，你伫咧多忙，你伫即马这个疫情，大家哈来哈去，你都咧惊。啊惊，你都袂静这个心态啊。啊，你都无这个神来，搁甲你带，搁较前进你的理想。人你爱想较妥当啦，毋免惊啦。惊啥？惊咱无这个太平年啦，惊你的心无付出啦，惊这就好啊啦。
那所有的结束拢是顺其自然啦。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转过着通天这点灵源。好
Ah.